我身上穿的这一件是灰绿色，它还有另外一个蓝色。我觉得这个灰绿色实在是太美了。嗯、这个也连那一种皮肤黄的、啊、皮肤小麦色的，你都可以驾驭这个颜色。这个口袋吗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它虽然没有内里，但它其实不会太透，因为我觉得灰绿色会比蓝色再更透一些。嗯、可是我觉得它还好。对，而且它下面这个鱼尾很漂亮哎、欸。告诉你们，它这边啊，后面啊，它有做一个松紧。所以呢，穿起来之后你会觉得你这边有一种被压缩感，它看你胸围松紧的极限，这样子啊。哎、欸，收菜楼都可以穿，嗯，我拉到最大给你看，因为它后面有后松紧。我觉得这件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侧面啦，因为它侧面真的是比较低，嗯，所以如果你要穿的话呢，可以买我们的小可爱，你们就可以穿小可爱，因为我今天这个算是比较高一点。哎、欸，它这个会让你的视觉效果这边变很瘦，哎、欸，这个孕妇可以穿吗？好像可以，可以，因为它其实是缩在这边，孕妇美人鱼。因为它下面是鱼尾啊，蓝色我要，你要蓝色哦，哦，蓝色也很好看哎、欸，对啊，蓝色也很亮哎、欸，哎、啊欸，其实这两个色我都可以哎、欸，都可以，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色都是好看的哎、欸。